同学们，西来大学同学好啊！今天在台湾是在过这个中秋节，不过我还是很开心能够跟美国来连线啊。看起来大家有没有吃过晚餐呢、我们这儿是早晨啊，这没关系。因为同学来的比较慢，我等大家都来齐了才开始上课啊。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已经上了词，上了好几周了。那么，也许大家会觉得说，这个为什么要学这个文学呢？我觉得文学不一定把它当做是，只是一个生命当中的点缀啊。台湾有一个舞蹈家，很有名的一个舞蹈家，也是国际知名的舞蹈家，叫做林怀民先生啊。林怀民先生呢，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台湾方面的部长，好像应该是交通部部长，然后他的家族呢都很优秀，他的父母呢对他们的子女啊这个一个要求，因为台湾的最高学府叫台大嘛，都一定最主要的基本就是要考上台大，那他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一个人啊，结果呢他就不考，他就没有考上台大，而且他的。以前我们念大学是填系的，照你的分数来填。我想那个前任陈校长的前景就很清楚，台湾哈，陈校长应该很清楚，台湾的一个大学就是照你的早期啊，照分数就这样填。结果呢，他就填到这个文学系，文学系。他的父亲认为说，你怎么填文学系呢？填文学系的人将来能养活自己吗？就跟他填改为法律系，法律系啊。你说家族里面应该至少有人出现一个律师。像台湾现在很多都是从政的人，很多都是念这个法律的啊，所以知法的人、学法人，他知道法律的漏洞在哪里。这个林怀民先生呢，他就违背了父母的意思哈，结果去念了这个比较是一个文学艺术的，那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一个理想啊，对他自己一个创作的坚持。所以有时，那个是给你一个生命很丰厚的，中国大陆的话叫做底蕴吧，也给你很丰富的一个内涵。所以像我们这个学宗教的、学哲学的人，太理性，只有光啊，没有热啊，没有那个热。会比较的危险啊，所以你有这个理性感性，那我们可以看出，像很多的大政治家啊，大政治家像古代的这些大政治家，像欧阳修，以宋代来说啊，欧阳修这真的叫文起八代之衰，对中大北宋的政坛也好啊，北宋的思想史上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。他带领出来的一个，等于说他对一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改革也好，文学史的改革也好，所以他本身呢，也在叫做行有余力啊，则以学艺啊，他自己本身也从事一个文学的创作，他不只是在诗，古文八大家的文啊，他在词也是有一些开创啊，所以，文学其实它也是跟你啊，就说超越国度的啊，就好像我们也会念这个西方文学，西方的人现在对这个东方的东西也充满了好奇。有一次我在过去我在念硕士，我在东大念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 seminar 啊，下课时候有一个看起来是老美国人，他就跟我谈起来，他突然跟我聊一聊，这个美国人会讲普通话或讲国语的人没什么稀奇，他竟然跟我讲闽南话，跟我讲台语，我吓了一跳啊！他跟我说：“你是台湾来的吗？”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太太是台湾人啊，台湾人，而且是228事件那个主要那个台大那个医生啊，那个林茂生的女，这个孙女婿一样的。结果他在研究了，他研究《金瓶梅》。金瓶梅啊，我们都以为说是用一个有色的眼光来看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艺术啊，他们是从文学里面去吸取这个营养，所以
你要创作艺术，你一定要有，你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文学上面的丰厚的哈，丰厚的营养。那我自己个人在涉猎这个中国文学，我发现它跟这个我是比较站在一个佛学角度哈，看出他们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彼此的影响啊。那我们看，尤其是两宋时代，两宋的士大夫、两宋的文人，没有不接触佛学的，几乎也可以讲这么一句话的。纵然早期反对佛教，比如说辟佛的啊，以这个韩愈的后学为自居的欧阳修，他到了晚年也是怎么样，也是接触了佛学。那么我想这个词呢，一般大概的大部分人在这个文学史上都会比较在诗的啊，诗的方面比较去啊说明的老师，开这种课的人会比较多。那反而这几年呢，在一个文学系的领域里面呢，词的一个说明也反而在比较少。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好的作品啊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跟各位提了苏东坡的那个孟德的官判判的，是不是啊？它虽然是一首词，但是那里面有一个对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啊一种体验啊，说人生就像一场大梦，我们本来就在做梦啊。从一个觉悟者来看，我们其实都是在做梦的人，在梦中，梦里明明有六趣的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如梦幻泡影的啊。佛教对这个梦的说明太多了，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《梦话连篇》啊，《梦话连篇》刊在早期的《普门》杂志啊。本来我有一个系列，我那个大系列叫做《空话连篇》，最后是在写空的啊。人有时候这个一疏懒的时候，那个专栏我大概写了四五篇，就搁笔了啊。不过，也许将来可以再把它一个完成啊。所以像这个温岚尊者在做了七个梦，这七个梦呢，后来他醒来就去请示佛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比方说，项王倒下去了啊。总之那些梦境，就是象征着正法时期过去之后啊，相法来临的时候，就说佛陀涅槃圆寂了，那个佛教的产生的一些啊一些情形。所以东坡在那个词里面就说，古今就是一场大梦，问题大家都在做梦，差别在哪里呢？有没有梦醒啊？这个梦醒就是梦觉了嘛，就是觉醒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那个东坡这个词里面呢，哈，他把这个宇宙人生归纳到梦这样的一个意境里面，是不是？那个梦当中啊，那古人也曾经做过，想要，就是展现他的啊追求理想，那问题是有几个人啊，他的梦是这样，是能够完成实现的？那问题是我们在梦中啊，梦中有时候还在做梦。梦中梦啊，做梦中梦，物生外生啊，这是黄庭坚说的啊。有同学们有没有经验？你在做梦当中，梦里面又做梦啊，有时候醒来说：“哎，幸好是一场春梦，不是现实的啊。”那今天呢，我们上了几星期的课啊，帮各位同学知道词是怎么起源的，词跟诗啊，它的区别在哪里？它们彼此的关系怎么样啊？然后呢，词跟唐宋的啊社会，特别是歌妓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啊，所以不要忘记歌妓对着，也就是说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词是一个非常音乐性的文学，它充满音乐性啊。中国两岸的有一些文学系的一些老师们，他们也在努力把一些丧失的词谱啊，努力把它给找回来。我曾经上次冒昧的自己啊，唱了一首这个《钗头凤》的词啊，事实上那也不是古调，那是新人创作的比较接近古调的哈一个的曲谱啊。意思就是说，词其实诗也好，词也好，它应该都是用来吟唱。
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说，上次还跟各位说明词，我们可以把它大分为三类，叫做小令、中调、长调、那也就是说，这个用数量化来分是很危险的。那大致呢，一般这是一个一般方便说法，说小令呢是在58个字以内，总之它篇幅比较小，篇幅小。那有时候词人呢，这些文学家呢，他要抒发他很丰富的他的人生的境遇哈，或者说他很丰富的感情，篇幅太小，不足以来完全抒发淋漓尽致，因此就把这个词篇呢就扩大，所以扩大呢就所谓有所谓的中调啊，或者甚至叫做长调。那么一般把它归纳说58个字以内叫做小令，中调就是从59个字到91。那有没有超过92就不行了吗？事实上不能完全是这样分，就只是方便说92以上呢就叫做长调啊。那么可以这样区分，从唐五代呢，因为词是兴于开始于唐代，兴盛于两宋啊，在唐五代的时候，唐代到五代呢，大部分是什么小令啊比较多啊，所以。那么慢慢呢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到了宋初的时候，中调长调呢才开始大量的出现啊，特别是有一个词人叫做刘永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说这井水处，凡是有井水处就有人啊，就有刘永词，所以刘永呢就比较大量来创作啊长调的东西啊，长调的词编。好，这是我们再从字数上面啊，就以它的篇幅的长短，叫做有所谓的叫做小令、中调、长调啊。那我们从那个词的一个叠数，就是几片几片呢，又可以把它分为叫做单调、双调啊，或是三叠或四叠的。那单调就是它只有一片啊，只有一片。双调呢，就是它有上下片。三叠呢，就是说我们说阳关三叠啊。其实那个阳关三叠为什么唱三叠，就说朋友要走了，在阳关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舍不得他走，所以连续唱三次。在中国的三啊六啊九是一个象征的数字，不见得就是刚好是三遍，就是说不断反复的吟唱，希望留住啊，舍不得我的朋友远去。所以中国在这个文学里面常会出现三啊酒过三巡啊，是无三不成礼啊。所以佛教里面很多的三啊、三学啊、三宝等等，其实三是三跟六跟九都是什么多的意思，所以999啊。这个三叠呢，就是说一首词里面有三片，有三片的啊。那么像这个太多了哈。那四叠呢是非常少，四叠并不常见啊，甚至有的时候只是有一首两首，像这个。同学再回去查曹朴之啊，宋代也是一个大诗人，叫曹朴之呢，他就有一首叫《凉州令》啊，《凉州令》。宋代的这一位叫曹朴之的《凉州令叠韵》哈，各位同学去看看，因为它比较长哈，我就没有写。它就是一个四叠的啊，四叠的词篇。OK， 以后我们再找这个，我实际找那个词给各位读的时候呢，我会跟各位再做提醒，这是小令或是怎么样的哈。那今天我要再跟各位同学讲一种词的尝试。那么再来试着找一些这个篇来给各位啊。首先我们来看，我们今天要了解有四个字，叫做令、引、进、慢啊。
要跟各位说明，就是说有所谓持有四个，有一些名词哈、哦，叫做令、引、进、慢哈、哦。这个首先呢，有时候我们看那个词牌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名词，比方说祝英台进啊、哦，好事进啊、哦，就是像这个。好，我写在，拜托这个师父帮我写的，就是你看，像那个令哦，比方说出现一个叫做唐多令啊，引呢，像这个叫做十洲引，当然很多了哈，进像好事进，祝英台进，啊慢呢像李清照的声声慢啊，长亭院慢，姜白石、姜夔的扬州慢啊，都非常有名，我们都以为李清照的这首。叫做声声慢啊，寻寻觅觅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哎，它是慢慢来的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下面这是个专有名词啊，令啊、引啊、进啊、慢啊，哎，好事进是不是好事快来的？会不会望文生义啊？不是的，这是一个词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解释一下，什么叫令呢？简单讲啊，刚才我们讲就说令。我们会比较了解，就是刚才讲的小令啊。当然，词是从以前的曲啊、唐曲变来的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以前古时候人喝酒啊，就要行酒令。酒令知道吗？喝酒的时候，为了要助兴啊，所以就像我们讲叫绕口令啊，叫做酒令。所以唐代的酒令啊，就喝酒的时候会有这样子，讲有一些语词啊，所以叫做这样，就是说，所以唐代以前呢、啊，应该讲说唐五代到北宋以前呢、啊。
这个词的字数不多，应该都是讲是吝词啊。所以吝的意思就是说，唐代的人在宴会的取乐的时候，那么以唱歌啊，唱歌劝客人要饮酒，歌一曲叫做什么？一吝啊，吝就是说一曲歌叫做一吝。歌叫一吝，这样好了，我为了方便给同学，我们小时候玩过这个，小孩子不是当抓鬼吗？然后手牵着手啊，两个人牵着手，然后其他的人就这样从我们的中间的手过去，就唱什么？伦敦大桥倒下来，倒下来，倒下来，有没有？伦敦大桥倒下来，九幺倒下来，这样唱一遍，好，哎，看哪一个那个曲子一唱完，哎，那个人被抓住，是不是要叫当鬼？这样歌唱一遍叫什么来着？叫做一吝，所以它是很小的，当然不能太长了，不然这酒要喝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也就是说歌曲停的时候，那个歌曲落在谁的身上，他是不是被罚酒？所以那个唱的那个啊，那个歌唱一遍就叫做一吝。我们有时候也不是玩这种游戏吗？那都是年轻的时候玩的，比较无聊的啊，现在看起来也蛮好玩的，就是说东西在人坐了一圈，然后东西在你的背后丢，有没有？或者在前面这样丢，然后就唱歌，唱一曲，然后那个有时候越唱越快啊，那个歌曲停的时候，那个东西落在谁的身上，那个人是不是就被坐在游戏当中某一种的啊好玩的处罚？所以那个歌一曲就是说唐代的人在宴乐的时候啊，宴会啊取乐的时候用唱歌来劝客人饮酒。那么那个歌一曲就叫做一吝啊，所以慢慢的就用吝字来代替曲了，吝字代替曲，所以一吝就是一曲歌，一曲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叫吝啊，所以也可以讲说这个吝字啊，所以后来唐代的小曲里面呢就变成那个子了，就以子啊，以子来称名。慢慢呢，把用吝呢，有时候不叫吝，就叫什么？叫子，好像小孩子。我们看，这是我的谁？这是我的大姨妈，我的姨妈。小姨妈叫什么？我的小姨子啊。闽南话就很多，盘子，大的盘子叫盘啊盘啊，小的盘子叫盘啊。大姨子叫做姨啊，小姨子叫姨子啊，姨啊啊，所以。就说那个宰哈，广东人讲那个宰有没有宰啊哈？什么宰加一个人字旁的宰，就小东西。所以后来呢，把吝呢就用子来代替哈。那么叫什么？比方说，我可以再找。比方说，你会发现曲牌的名称叫做甘州子，甘州的其实是甘州令的意思啊，甘州令。那你一看，发现它是个子啊，你就发现它，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，它是个小令啊，是小令的，不是篇幅很大的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可以了解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它是大，它是小调还是小令还是长令啊 ？OK， 比方说很有名叫做《生渣子》。叫《生渣子》。注意哦，不可以念成生茶子、生渣子啊、哦，好像我们讲那个永玉月，在词里面那个乐啊，都在念成月啊、哦，这个字念生渣，不可以念生茶子啊、哦，像那个捣练子。
导链子啊，生渣子啊，你一看知道就是它是令啊，是小令的啊。但是有时候它还是用，它还是用令，像有还有风流子啊。所以这里给同学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有时小丽呢，她会用这个令的名字，有时候会念用什么子啊，甘州子啦、生渣子啦、导链子啦啊，或者是这个叫什么风流子啊，所以是用这个把令呢，用这个用子来代替，这是唐代的人啊，有时候他就是用子来代替令啊，所以你看到有时候像官和令啊、唐多令啊。这是一个令的一种啊，令换句话说就是什么，这是一个小篇幅的，比较篇幅小的啊，篇幅小的小曲啊。这个还有像讲，这个给各位同学说，什么叫甘州啊？甘州本来在唐代是一个大曲，什么叫大曲？就像歌剧一样的，歌剧它有前后篇幅很大的啊。那甘州的就是一个里面的比较，就是小令曲，中间的比较小的啊，就是说它的篇幅比较小的。好，而且像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一个叫渔歌子，有没有渔歌子啊？渔歌子啦，在酒泉里面唱的歌就叫酒泉子，小令。还记得曾经跟各位同学提过的那个啊，渔歌子，张志和的啊，张志和的一个渔歌子啊，还有什么金漏子，太多了啊。西塞山前白鹭飞嘛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就叫什么渔歌子啊，金漏子，都是小令，可以找出很多来。所以我们其实金漏子啊，这个字也是念金，不可以念，不可以念根啊，根漏金漏子。好，现在我们对这个令呢，就有一点了解了，是不是啊？换句话说，什么叫做酒泉子呢？就是在流行于酒泉，西域不是有四个首都，四个城市吗？丝路上面酒泉张掖啊，那个在流行于酒泉的小令就叫做酒泉子、渔歌子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在刚开学的时候就跟各位同学谈过的那首的啊，那个谁张志和的啊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刚刚念的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。鳜鱼肥，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这个都还很像一首七言绝句，对不对？七四二十八，它才27个字。好，就篇幅来讲，就它的词牌的名称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不是小令？是小令啊。所以现在懂了一个什么叫做令啊？令就是曲，歌曲一曲叫做什么令？好，引呢？引呢？什么叫引呢？本来啊是一个琴曲的名词，琴曲名词叫引。
本来啊是琴的啊，那个一首琴曲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叫做引啊，琴曲名词。古时候呢，古时候的人弹琴啊，像这个高山流水，那个谁呀、啊，不是说志在高山，志在流水吗？啊，钟子期啊，跟伯牙的啊，结果，所以古时候人的琴都是古琴，不像我们现在弹的古筝啊。也不是拉胡琴，胡琴是已经很后辈的，是西域鸠兹国的。我讲过有一次雅乐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诗词里面、文学里面啊，篇章里面会发现很多琴这样的东西。但很多人都很会弹琴，像嵇康，嵇康是有名的音乐家啊。嵇康后来被害了，他是魏朝的驸马嘛，是不是？那反正偏偏他是又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时代的一个社会的异议分子，就是意见领袖，常常对社会一些，就说那时候是什么那个晋嘛哈，晋灭了，晋要夺取这个魏朝的啊，已经夺取了，统一了三国嘛，所以他又要表面是实行那个推行一种政治，但是呢，要叫这些知识分子背书，事实上是假礼教啊，那实际上是写一些啊不好的政治的。所以像嵇康这样有这个风骨的人，怎么会妥协呢？所以他常常他就不做官了，就宁可回到乡下去打铁。那因为他们这些很优秀的知识分子讲一句话是一言九鼎，成为一种社会的哈、啊、潮流风尚啊。所以甚至那些权贵他是真正的贵族出身，一些权贵都想去攀附他啊。是有一个姓钟的啊，他写了一篇东西要拿去给嵇康，嵇康刚好跟朋友在树下打铁啊，他们同样说就是闲谈嘛，他就不敢拿出来，又怕被他笑啊。而且嵇康跟阮籍的风格不太一样，嵇康是直言快语的啊，非常就直接就表达。阮籍呢，他比较什么？他是不张皮人物啊、哦，但是他是取一种他跟甘地比较像的风格，不合作主义，不合作，不跟你合作，也不做官的啊、哦。所以嵇康后来被杀了，人家就诬告他，其实是有一个人他霸占了一个人的哥哥嘛，就霸占了他的嫂嫂。那这个人跟嵇康人很好。所以就诬赖这个啊，就陷害这个人，就把嵇康给拖下来。事实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嘛，就是项羽啊，项羽舞剑啊，志在沛公嘛。所以最主要是要杀害这个嵇康。所以嵇康死的时候二十几岁，就也是弹琴，叫《武林绝响》啊，《广陵绝散》啊，《广陵曲》从此没有人会弹了，叫《目送飞鸿》，眼睛。所以一个人慷慨去赴义容易，但是从容。慷慨就义很容易啊，从容的赴难很难的啊。所以嵇康的也是叫古琴操，所以以前有所谓这个引哦，叫做像这个箜篌引，像走马引啊。所以以前有这个琴的琴曲的名，也像我们现在说叫什么，我现在不知道现在的流行歌叫什么啊，比方说，对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还是讲不出来。比方说台湾的民谣我比较知道，比方说望春风啊，比方说安平古吹响曲，类似像这样一个曲牌的名字。但是古时候古琴啊，刚才讲这个古琴，其实很多的出家人都很会弹琴，所以。基本上出家人也是弹琴的啊，像我们说陶渊明的墙壁上挂了一个叫无弦琴，琴没有弦呢，没有弦的琴怎么弹得出声音？表示说没有知音，这天下没有知音，知音已死，知音没有出现啊。所以陶渊明的那个无弦琴，很多人都写文章啊，那你可以从音乐的角度去看啊。好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琴引呢，本来是一个古曲的名字啊。那么，
然后呢，宋代的人就把这个唐代取唐代的小令，然后把它衍生出一个声音，别成新腔，就叫做什么？叫做引啊，就是说根据唐代的小令，然后再把它创造新的曲调，就叫什么引。所以引是从哪里来？引是从小令来的，所以小令别出新腔，去以小令为基础再创造出来的新腔叫做什么？叫做引啊，引。所以以小令为基础，然后再创造出来的新曲子引嘛，所以叫引申嘛。我们唱的这个话叫引申，对不对？你引申我的意思哈。OK， 这个引呢就很多，比方我刚刚写在黑板上叫十洲引，还有什么引最有名？叫婆罗门引啊，婆罗门。婆罗门引一看就知道，这一定跟佛教有关系，因为早期对出家人搞不清楚，都称它叫什么婆罗门啊、沙门，所以以婆罗门这样的旧曲呢的基础上面，再创造出来的新腔、新的曲调啊，叫什么？叫引啊。像我们写的这些，所以呢，不过这些曲调呢，都怎么样呢？都丢了啊，都丢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会发现词牌里面有一个引字的，它就是引申的含义，所以它的字数一定会比它原来的那个，比方说婆罗门这样的曲，它一定会比婆罗门引一定会比婆罗门这个曲子的字数一定要这样，一定多的，这样子。所以就是等于是说添加出来的啊，添出来的东西叫做引啊，引。好，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引呢还有写成影子的影，影子的影的啊。那么这个影子的影呢，也许呢有这个学者怀疑说，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影啊。所以这个影字呢，婆罗门影呢，什么影什么影呢，就是说原来有一个甲这样的一个曲调，我在这个甲这个曲调，比方这个甲这个曲调也许是40个字，我根据它也许我就创造出42、46个字出来，所以一定会篇幅比它稍微多，基本上是以它为基础创造出来的，这个叫引。好，第三个呢，第三个叫进啊，进是一个啥？是进拍的意思。这个近呢是近拍的意思啊，近拍。什么叫近拍呢？比如说以旧有的曲调啊，然后把它，这其实有一点点的差不多啊，差不多的，就是说以旧有的曲调，然后再把它在它的范围之内，然后呢再去做这个衍生啊，所以以旧有的曲调另外造了新腔，所以叫做什么近拍啊，所以我们觉得跟引会有一点点相似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近啊。换句话说，近啊跟引啊，他们一般都比小令长，但是比慢词短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中调啊，称为中调。好，所以这个近呢，就是说拍子怎么样？近拍相很蛮相近的啊，蛮相近，就是说跟这个小令有一点呢、啊，
比小令篇幅还要大哈、哦，跟那个引有一点点意思会相同哈、哦。待会我会跟同学做一个总归纳哈、哦，所以我们讲这个慢词。慢词呢，就是慢曲子的简称啊，曲子比较慢啊，慢曲子。我这后可以休息吗？这我把它讲完，我把它讲，我把它讲完，我们再休息。这个慢呢，当然是呢，是说，就是引声延长，同学们，那个唱歌的经验，有的歌唱起来很慢的啊，所以它曲子比较慢，有的曲子是不是比较快的啊？所以这个慢念的就是慢曲子的简称。所以当然慢曲子，它唱那个曲调就比较衍生啊，延长的啊，相对于所谓叫做急曲子的啊，所以它大部分是什么？就是声调要延长啊，当然字数也就会跟着增加，这叫什么？叫做慢。所以它那个曲调听起来就比较和缓啊，比较和缓。好，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唱那个慢曲了啊，在宋代的时候慢曲呢跟那个急曲的就有差别了啊。然后这里向各位同学做一个小小归纳啊，你们听了就比较那个。那你说老师怎么会有这个在宋人呢、啊、当词又分为大词小词啊，帮你们做一个小归纳。因为我们同学不是专攻这个，但是一般教视觉老师也很少讲这些常识哈。不过因为有时候常常看得糊里糊涂的，怎么这样的分类？所以我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做说明哦。你说我们不是讲过词分长调、中调、小令吗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那一般说这是58个字以内，58，这是多少？59到91啊。哦92以上 ，OK。那么在宋人呢，宋代的人还把词分为叫做大词、小词，篇幅大一点的，篇幅小的。大词里面我们把它归纳慢词怎么样啊？曲调很慢的，字数比较长的啊，叫慢词，又叫长调。小词呢，就引啊、进啊、令啊，哦、啊，其实引跟进两个很相近的啊。令当然是指小令啊。
那我们就把引跟进称为叫做中调，令当然就指小令、哦、所以这是词分为三类，或者这用这四个、哦、以它专有名词，它的专有名词来分、哦、所以慢词就属于长调，引进就属于什么中调，令呢当然是小令，这明代的人称为叫长调、中调、小令、哦、宋人叫什么，把它分为大词、小词，那么又叫做慢词或者什么，或是小令。所以你会发现引跟进是近于，是介乎于慢词跟小令之间，这样了解了吗、哦、就不会糊里糊涂了、哦、所以近于慢词跟小令之间有一个叫做明代人称为叫做中调也好，那么你在词牌会发现引啊进啊、哦、你就知道它是中调，所以以后看词牌你也可以用字数来算、哦、你也可以用这个词牌、哦，词牌的名称一看就知道，哎，它是属于是中调或怎么样的。好，那么刚才讲，在五代啊，唐五代初期的时候，词刚刚产生的时候是什么比较多？小令啊，我们待会会介绍几首小令的，它比较多。到了柳永啊，柳永是一个大量制作的创作那个慢词的人啊，那这就是说词。慢慢比较走出他的束缚，早期像这个白居易啊、刘禹锡啊，唐五代的早期的人大概都是做小令比较多，这也可以说从词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演进情形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再来，先把这些东西解决掉之后，我们再找名篇名篇来读，慢慢他会就知道了。那我们要找一些对这个人生有启发的啊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再回来。够清楚了吧？很清楚。因为一般人都不讲哎，都不讲这些，那学生都搞不懂。你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？我不吃，我有吃早餐的。我上课喜欢清清楚楚。嗯。你有帮他们打吗？有，都打。我应该是头脑清楚的人。很清楚。嗯，
说交给你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来讲扬州嘛。就今天跟上次，这个荧幕坏掉。哪一个？这里的。我们会去那个墨尔本的另外一个。墨尔本的。我们可能是新的行程啊，准备会啊。我改东方的把新的行程准备会。可以了，我那样可以看到，好很多。对了，不要紧，没事。不要紧，这样看得到影像就好。讲起的，讲，嗯，讲，讲，我去看，讲，对，这够了吧？一个人玩吧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别胡看。嗯，我刚讲的很好，可惜没来听。要帮我拿，那这个唐宋史鉴赏史篇的南宋篇，你知道在那个图书，在那个疗房，通通都十点内。哦，去，你讲那个对，南宋。南宋。哎，我那时候不是有一些那个什么，那个熏的那个艾草熏的几条黑鸭子大鸡，我本来放在桌子上的。有啊，那几个小纸盒子啊，那个。没有看过。是不是那个陈医师有的呀？我买的。你买的？可是陈医师给我的，没有错，给我自己后来买的。就是橘子色的那个盒子。不知道是橘子色，反正是一个纸盒子。你没有在你家看过那个东西？我在那个书桌上。书桌。不知道在哪。昨天本来拿出来熏。我有啊，但是你还。还是我放在，还是放在学校。应该是在学校。所以那个扬州呢是姜什么那个字怎么念？就是那个葵，你写姜白石也没关系，你刚好去找。姜白石。去拿那个给我。孟姜女的姜、啊。没有，他那个字好奇怪的一个。对对对对对。葵，葵州的葵。
找到？有。然后再找那个温庭筠的金肉子。金肉子。金就打根那个金。找找看，曹渊亲诸公众，凡事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。花外露，柳丝长。柳丝长。哎，柳丝长，金肉子。柳丝长。哦、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露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一首。迢递。Yes yes。心塞烟涛，马上。温庭筠，温庭筠，嗯，我怎么都没有温庭筠？有，啊，没有带笔，啊，就换了。好，来，同学来上课。你还在聊天呢。我打字。啊？我打字，马上打字。对了，他们看到你就会赶快这么正常。好，同学们来看哈，下面我们来稍微跟同学说一些，就是说词呢有一些派别，唐宋词有一些派别哈。第一个呢，其实在古时候对诗呢也有一些派别的，比如说诗有诗的派别，然后词也有词的派别哈。那么这里大概分了，像这个词呢。也就是说从唐代开始啊，词经过所谓的几次的变化啊。那么关于这个词体呢，它的派别有一说呢，第一个叫做白乐天体，词的体派啊。
慈禧呢，在宋金人呢，宋人金人当中，第一个体叫做什么？叫做白乐天体，也就是说白居易啊，白居易有一体。这当中还有一个体叫花间慈啊，花间体、南唐体、柳永体啊。